说你这次还有一个新的身份跟大家见面，能不能？没有身份，这次的 party 是我设计跟创意的，也是打工人，对。好的，那今天我看到也戴了新型的整形的戒指。哦，对的。这是我分配给我，希望大家不要期待，对，期待越大失望越大，对，自顺其自然的。耿直 boy 王嘉尔戏称自己是打工人，带的珠宝都是分配的，还让大家不要期待自己一手策划的派对，但他真的打造了一场超惊艳的百年派对啊。这次卡地亚主题 party 由王嘉尔亲自操刀，舞美设计简直太绝，蒙面表演、衣服、舞蹈、配乐都融为一体。嘉尔舞后脱下面罩的一瞬间，好像刚打完一场酣畅淋漓的击剑比赛，直接引燃全场，真的帅呆了。还有谁不知道王嘉尔以前是击剑运动员、JJ 林俊杰空灵的嗓音更是把派对推向高潮，并且 JJ 为卡地亚 Trinity 100周年改词的不为谁而做的歌舞台也是王嘉尔参与设计的，王哥真的太强了。这次出席卡地亚活动，王嘉尔身着中式盘扣黑套装，腕间是 Tank Lewis Cartier 系列鳄鱼皮黄金腕表，点缀 5.17 克拉重的卡地亚动物与植物系列黄金胸针，搭配金色微卷发型和紫色墨镜。值得一提的是嘉尔指尖的卡地亚新品，价值近3万的 Trinity 整形戒指，为这套 look 更添层次，酷帅贵公子的高级感满满。